镜头露出阳光形象，他是张彦文，绰号台大宅王，六年前杀害前女友，横砍47刀，事后还侮辱尸体。高院更一审轻判15年有期徒刑，没想到更二审逆转重判无期徒刑。和女友甜蜜合照，但一趟日本行却成了两人分手导火线。张彦文分手后不断求复合，2014年九月清晨当街杀害女友，手法凶残。张彦文，你为什么要杀女朋友？高院更一审认为张彦文爱情观念偏差，但有教化可能，又考量他与被害家属以1145万和解，减刑为15年。不过更二审逆转，认为张彦文在犯案时精神状况正常，属于预谋杀人，手法过度杀戮，因此改判无期徒刑。被告所为是在光天化日、大庭广众之下杀人，所用的手段极其凶残，倘若仅量处有期徒刑，将不足以生警惕的作用。手法凶残，赔上千万也无法弥补。更二审逆转，撤销原判决，重判无期徒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台大宅王得要进监狱，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